宝宝6个月以后要吃辅食了，给他准备一套陶瓷辅食锅，里面是不粘的陶瓷内胆，下面是加厚的复合底片，用它煎鸡蛋可以轻松玩漂移，给宝宝炒菜刚刚好。加高的汤锅用来煮粥下面条都很方便，还可以蒸馒头蒸鸡蛋，送的这个滤网很方便焯水滤油炸等等，一个人在家用它吃泡面还能少洗一个碗呢，有了这一套真的是太方便了。